又压山之心木长成，这个江湖熙来攘往，总会有新的传奇。恭喜你啊，有喜了！你就是神医李莲花？不是，进去。我是什么人？百川月。原来如此。我的武功加上你的脑子，一定能名扬天下的。 十年不见，你的武功还是一样差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输给我这么放下。有的人入了江湖，为的是立心；而有的人入江湖，为的是立命。成王败寇都是过往。 既要合作，不敌就是。陈江，站！如今天下太平，乃是万民之福，是你必会让你毁掉这一切的。我的道会是叛主之人的归宿。少时间，专斩萧翔。 自然是要让当年在背后搞鬼之人血债血偿。李莲花一定要带走，你们谁也别想碰他。从今日起，新元盟决战，不死不休。 也是时候说出真相了。那就让真相大白了。